灯。Airbnb Airbnb， 干嘛带了一堆零食？明天再说。So true。那个海不好，对啊。They are ready。太漂亮了。你是 Okinawa Soba。 那个才是 sea cucumber。 好好好，很敢耶，太深啊，碰翻了啊。哇哇，好舒服哦！哎，这是不是有轨道的？对啊。好像声音上真的。我差点踩到海参，可爱。啊，小心！幸福 photo shoot。这是怎样？三个。我们现在要走去美国村。要走30分钟，但是因为走去搭车也要走10分钟，所以想说那就用走的。这景色也太美了吧！用那个绿耶，湖水绿，金头公主拍照。我们终于到了美国村，去吃 Blue Sea 哦，耶、yeah。你好，火龙果哎，超好的。你嘞？你吃什么 ？Blue Wave Chocolate Mint 跟这里的招牌口味。那个西柚青丝果。这超好。哦，我的是阿蒙皮斯达酒跟那个冲绳的西瓜沙是什么？反正就是西瓜沙的 Sharpest 跟西柚青丝果。然后你的是，这也是冲绳的什么那个紫玉之类的，是这个嘞？那个一样是。一样是那个西柚青丝果，还有 grape and what peach。我觉得最好吃的是这个西柚，不对，不是西柚青丝果，西瓜沙，西瓜沙最好吃。西瓜沙是什么？它是柠檬还是荆棘？超好吃。他泡泡应该要那个 spinach， 结果他是 energy drink。Dinner， 我们要吃 taco rice。taco rice， 我的 extra cheddar cheese。哦，这个看起来超好吃的。冲绳限定的品质，但它比较贵，我现在不知道买哪一个。
全世界上不全世界，全日本上都长一样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哇！终于碰到白沙。哇！这边的水真的很清澈。哇、啊啊，小心！但是我想要更蓝一点，那就比较深。嗯，这个就只是一个很 random 的 beach， 在我们的 Airbnb 附近。这是沙西米铁手，看起来很新鲜。哦，不是铁手，不是蛋。哦。我点了巴达亚蒂，它超大一条，我觉得我吃不完。这个煮鱼，哇，每一间都有风丝耶，好可爱。オンナの駅。哇，タスカル。爱夫汤。これはちょっと著名的冰。さあ、おい、やる。牛乳かけます。すごい。美味しそう。OK, action! 你的反光太漂亮了吧！又偷偷来附近的 hotel 休息的 lobby 休息，结果啊，Hi-Fi 啊！先吃冲绳泡面，看起来超好吃，这全部都是空冰捏的食材。干杯！超安静的，玩游戏这么安静。俊吃三明治，又来美国村。Blue seal everywhere. Candle. Yeah. Tiramisu milkshake. This is banana milkshake. And hazel. Woo! Sunset. Ah, 云太大朵了啦。59分就是会不见的意思。没有，现在是正在 set 啊。全10月。
都看不到了，它已经 set 了。它完全。哎，现在拍这边超漂亮的，很有 feel。对啊。云还蛮美的。快去！你看斜的地方。真的。这里吗？哎，真的，那棵树超可爱，好漂亮哦！好喜欢这个 feel， 这个 vibe。很多黑啊，这边是那个我最喜欢的以前的广告复刻，然后这边有黑胶哦，我最喜欢这种，太可爱了，很有 feel。大家都穿一样的，跟国中毕业旅行一样。他干嘛？今天干嘛？耶、yeah ！好吃 ，steak。哦，吃过，可爱可爱。感觉是要排什么影片了、啊、？Yeah。这是什么啊？现在在吗？カレースープだって。ニンニク大丈夫です。包车，主管太远了，决定包车。台湾的。小影像的歌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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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So cute! Oh my god! 有红鱼。哈哈哈哈！好辛苦哦。没有问题。嗯，我也是想要那几个，结果我就转到不是那个，你是什么？啊，不是这个，啊，好可爱！本馆旁边还有四个馆，超大的，而且这个 view， 嗯，超近的，哇！本日は最後ま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せーの、パッ。最初の時くるくる回転開いてくれました。1つ目の相手からのオイルがスカイルを
吊床咖啡厅，这好像什么长濑岛，好漂亮，这里也好漂亮，好可爱呀，好不舒服。你有看 Terrace House 吗？有啊，他们不是对啊，大狗一起坐，对啊，selfie 中，好热哦，后面很美，后面是海。他刚直接跳上来这么快，把我吓死！我饮料差点洒出来。大家都在拍他，他是 supermodel。こち見て。他很享受哎。Behind the scene。有哦，有美哦，有美。它深色射到云里面了啦，讨厌。这蛮漂亮的，有橘橘的。